李先生，我就是现在想问您一下，就是您自己现在是怎么认为的？您可以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想法，我看看我们怎么能更好帮你。对，倾听。就是，何姐的话，我也担心的，就是说是，她不愿意嘛。当时是找的那个负责人，就是裁决书上面那个，这个有限公司的经理。对对。好。整个聊天的信息我准备的都有的。我一打。哦，那非常充分。我们或者对，简单再看一下。我们看这个聊天记录的话，是当时他是垫付了一些手术费，对对，垫付的有，对，已经支付了，对对，就是我出院之后，这个老板就一直就是推着让我回老家，所以觉得他的一个态度就是不想赔，对对对，其实我想的一点就是，如果走法院，可能他下来的流程真的会需要个两三个月至少。对，感觉他有什么不好说吗？难言之隐，看上去。对，您是否现在是急需用钱？就是有什么顾虑，你可以就是尽管告诉我们。你觉得这样的话，再跟公司那边聊一下，您的意思怎么样呢？搞不好有什么细节是他们不知道的。您可以就是考虑一下，也不用着急。对，我们也是尽可能的说想要帮你真的把这个事情尽快解决掉。是的。看一下这个吧，他一定是有什么没说。这个的话我是制作的，有一个视频，然后我手机上面也有的。对，我知道这个快递都是这个代理的。刚才那个配合的眼神，他们俩搭配的好好。看一下，就完全就默契。就是尤其是那个聊天记录，最好最近先做一个备份，或者您的手机是可以录屏的是吗？我知道截屏，然后可以那个。不单止截屏，就是你可以先点开它这里，把你的这个信息记录，然后我再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，然后滑动一下屏幕，把这个信息录下来。你看，它开始录制了。